第一课，你好，好，你好。您，您好，你们，你们好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第二课，不，不谢，谢谢。谢谢你。再见。第三课，我是中国人。是，你们不是中国人。人，他是中国人。中国，他是中国人。美国，我们是美国人。学生，你是学生，老师，我是老师，妈。你是学生吗？叫，我叫李月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第四课。他。他是中国人，
谁？他是谁？的。他是我们的老师。汉语。他是我的汉语老师。哪？你是哪国人？国。他是哪国人？呢？我叫李月，你呢？他是我朋友。同学。他不是我同学。朋友。他是我的美国朋友。第五课。家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有。我有一个女儿。口。李老师家有五口人。几？你女儿几岁了？岁。李老师今年50岁了。了。他今年6岁了。多。大。多大？他女儿多大了？女儿。她是我女儿。今年，我女儿今年3岁。